胸口是痘痘吗？胸口吗？是痘痘吗？这个应该算是皮肤泛红。然后这一颗是痣，你们要看一下，我有一颗红色的痣哦，厉害吧？听说这颗痣叫做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？贵妇痣哦，就有一颗痣在你的胸口，然后是红色的话，代表我会有贵妇命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